津球有点意思。郁根文也，郁根文现在也不错，太厉害。这人有点名。你看，净别干，说电话，他净干幕后工作，可幕后工作这东西，这人嘛，以后这人是个人物。我的孩子要是能踢，进去一针不慌，没有手脚没人的一说的啊。哎，我拍你怎么没人？可是人说电话了，我要卖你，那厉害了。哎，你看人现在搞这块太厉害了，从少年娃娃抓起嘛，这东西嘛，这人有脑子。我们一个人不是只负责一个学校，哦、有很多学校。现在学校负责是？对，带到学校是普及嘛，然后我们会有区队的、集训队的训练。那比赛也不少啊。对，现在正在踢那个天津市足协组织那个比赛嘛。嗯。每周一场。今天我们会人员会有。程彦哲曾经是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名队员，2007年退役，2015年来到于根伟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当起了一名青训的教练。啊，右边是大卓子。今天的比赛在河西区土城小学举行，程彦哲带的是2008年的小学组。本是一场普通的小学生比赛。观战的却来了很多天津足球各个辈分的前辈们。这块地方就是我土生土长的，啊，起步的地方。今天又回到这个原点，感觉特别的这兴奋。左树生可是天津足球响当当的代表人物，左二的绰号在上世纪80年代的足坛无人不晓。我也这到小孩俱乐部以后。我感觉就回想我当年小的时候，好像人呢，这一世跟他们接触，好像我也年轻一样，也特别快乐。因为你这个工作跟我当教练不一样，那是压力，现在没有压力，心就特别舒畅，何乐而不为？孙伟的进球让中国队1-0战胜了阿曼队，并提前两轮获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压抑了44年的中国足球，在那一天终于圆梦。当时的那个氛围，你想你在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不得不被感染。你特别是进球后，球迷的这种欢腾，球迷的这种欢呼，再加你自己这种兴奋，肯定这才真正的叫足球。球迷球员都融入一体的那种感觉。那老贾也是拼了，那雨心下点啊，下点了。对，哎呦，证明还真管用，效果挺好。哎，为了备战11月在上海举行的老贾 A 的比赛，于根伟带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热身赛。收获是天津老甲 A 队整体不错，不好的是根伟大腿严重拉伤。再您来点吧。嗯。病床和根伟好像是相伴相生。世界杯出现后，在联赛中于根伟十字韧带基本断裂，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有50天的时间。那就，当时这个对我打击非常大。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担心我赶不上世界杯了。老美给你打电话了？打了，哪天能打？今天还没打了。说实话，米卢对我安排去欧洲赴欧洲治疗，在这个事情上我非常的感激。Yo lo veo en televisión que él tenía problemas con la pierna.Pero era un jugador que nos aportaba muchas cosas con talento. Lo enviamos en Lieja, en Bélgica, donde le cuidó nuestro doctor de Serbia. 1993年，于根伟进入了天津一线队，速度快，技术娴熟，是当时人们对这位小将的评价。同年，他又被召入了中国国奥队。我在天津队是93年19岁时已经获得了这种主力的位置。
1994年在联赛中，于根伟愈发闪耀，但是在一次国际比赛中的受伤，让他从此和伤病解不开了。94年受伤之后，一直是这种伤病的原因呢。我在国奥，当时戚指导也是非常关照我，给我回到天津治疗的时间，给了我1年的时间。边治疗边比赛的于根伟仍然在联赛中保持了很高的水准。进球的话，这球肯定是过去了。哎呦！天津三星队先攻中一个球，2020年。1997年，23岁的于根伟入选了75生带领的中国国家队，终于可以圆梦，为国去冲击世界杯了。然而不该来的，还是如约来了。第三场主场对沙特的时候，又是右膝受伤。更重要的还是说，在一起把老甲 A 好的精神传承下来，让更多的球迷呢能够回忆那段甲 A 时代的美好的那些瞬间吧。不行，没有力量，我再也不踢球了。你踢个中卫啊！快点！抓衣服，霸气！膝盖怎么样？膝盖不是特别好，膝盖扭伤后积水了。不过这两场比赛都挺关键的，争取还是保证我们顺利晋级。这次天津老甲 A 队由于根伟牵头，宁新江指导、左树生指导担任教练。当年一起征战甲 A 赛场的老队友们悉数到场。天津队的第一任外援队长奥斯瓦尔多也专门从巴西赶来参赛。哎，天安门广场多么壮丽，长安大街管东西。程延哲的夫人是天津快板书世家，平时夫人在家练的时候，他也跟着说两段。同时呢，也希望于根伟呢，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越办越好。哎呀妈呀，你行了。方聚到一起，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不错。哎，就这一段行吗？不错。然后咱们边看，我今天每场比赛后，小教练们都会剪辑出教学用的片段来恢复比赛。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就是那看着对方的球门往后推一点，就是前锋要压在三个后卫的中间。看，告诉我这个球好不好？好在哪儿？好在哪儿？对，真的挺好。哎呀！比赛期间，林指导听队员说，他带过的高洪波也来参赛。高洪波，队长，高洪波在哪儿了？进去了，我给你叫来。叫叫叫！到，这这这儿了。你今天踢了？每天让我给我20分钟减肥的这个标准，你不肥啊？林指导，夺冠的队伍你们是啊？你们夺冠队？听说是，听说有40多人，你那儿有？竞不是，听说有竞选40人报名，这挺暖乎，真的是吓唬。明天呢？明天您在吧？在。明天上午。嗯，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咱见面。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峰踢的几号？因为我们的核心啊，唯一的亮点来了。哎呦，我看七号最活跃是七号。老朋友见面，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那么多年，这次来看。所有年头了，这次我要记住的，是吧？早年就在。他们94、95年开始，对，跟着拍的，都是。行。快乐足球，对，快乐。欠这个病也别太多。哎，对对。天津老甲 A 队这场比赛对阵的是青岛老甲 A 队，青岛队的教练正是戚武生。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那批球员实力更强，在亚洲范围应该是更具有竞争力的。可能你拿名单过来一看就很清楚，每个球员
都很有特点。第一场对阵伊朗队，中国队首先取得了2-0领先的美妙开局。然而只过了一个中场时间，中国队好像换了一个队，被伊朗队狂进四球。刚开始因为信心都比较足，一下子4-2输了这场比赛，就是你2-0领先的情况下输了，就觉得好像心里就去踢到房间，说踢到这场比赛说我们都没打好。但踢到当时心里也挺我好，一个人一进去看到一个人都在房间里。第三场主场对沙特的时候，又是右膝受伤。当时天津队的保级形势非常严峻，所以我当时从手术到上场比赛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6周的时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实际我上场时基本上腿都是一种麻木的状态。天津三队第二次射门就攻入了一个球。明白，必须给我。当年蔺指导担任天津队主教练的时候，队里的年龄结构除了大就是小，在根伟伤病期间，能够顶得上的队员确实没有。所以那几年，于根伟生活中的关键词就是受伤、保级、复出、再受伤。我19岁上来打主力，孙建军是20岁，25、6岁当中应该当打之年的天津那批球员。就是断档，所以我们一直说青黄不接。那阶段天津足球实际我觉得也是为前10年的青训付出了一些代价。彭传啊，让他们做一个RE射门，然后门前的背身的一对一。子涵和子航是一对龙凤胎，在俱乐部练球2年了，每到训练日都是奶奶开车带来并陪着训练。咱热的，咱打着汗，咱拿着扇子，你再还一看球呵美的呀，俩就跑过去了。哎呀，我的宝贝儿，热不热？没事，奶奶，没事。哎，他们就这么美。带起来，刘启生，换。二黄色，不错，不错，对，颜色相同的不能换。这回昨天我们俩提话提出来，哎，我说这回弄不好，于根伟，我说在当国家教练的。奶奶不是，是皮里。我皮里是谁？原来恒大教练，他都知道。注意听啊，注意听，那个这个直线带球要求是脚背触球，触别，脚尖向你的里踝，稍微横过来一点，就形成脚背带球了。现在孩子们想找一个跑的地儿，确实不太容易。你这边你看，那个还练足球，还能随便跑什么的，对吧？你平时的话，学校校长根本不让进，不开放啊。我说的是现实，对吧？这边教练都有职业那个证书的，不知道有没有 A 级啊？但是那我也能，人家是 A 级的，但是也有 A 级是吗？啊，对吧？一场小学员的比赛，左树生指导看得很认真。1997年，左指导就开始带领天津队征战联赛，现在他也来到了于根伟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一起来挖掘后备人才。啊，回来以后的大范围，啊，奔跑来撕开对方的防线，我们不要变。啊，对，而且更加严谨。这个位置培训，你看他的理念，首先不是说这个学校，当然我们要辅导，更重要的提高教练的水准。我感觉这一点他抓得非常准确。您来是不是也干这个？哎，对，我协助。2000年2月，米卢来到中国，在备战韩日世界杯的大名单里。让人十分期待又因伤让人很纠结的于根伟最终名列其中。于根伟表现不错，说明他的伤势恢复得不错。因为我认为我在昆明集训包括四国赛一直都让我踢，我觉得可能当时十强赛的正选前腰位置非我莫属了。赛前一天的训练当中给我一个黄号卡，首发可能是红号卡，给我是黄号卡。我当时就认为，哎呦，这明天可能就肯定就不让我首发了，当时就感觉接受不了，我就把号卡还给了教练，我就回休息室。不让打主力好像特别丢面子似的，
特别是当时天津队就我一个代表天津队参加这次十强赛的，我可能更多感觉代表天津人民出来的，我要为天津人民争得荣誉，所以我一定要竞争一个主力位置。而且当时天津的氛围就是说把所有的关注度都在我身上了，所以我觉得我肩负的不是我一个人。所以当时实际我跟我们俱乐部老总下来就通电话，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说我想退出国家队，开导开导，安慰安慰。后来也就是说把情绪也就下来了，下来呢就踏踏实实做替补，然后看看给出场机会就上去，尽量要展示自己。说回来，祁宏也很有竞争力，对吧？其他球员也很有竞争力。阿曼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就是上天赐给我的，赐给了一次机会。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呢，相对还是有一定压力，给你机会了，所以就看你怎么把握，你是不是能表现出来，展示出来自己的这种能力跟水平，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认可你。完全释放，那一刻应该说过去了。好多媒体球迷呢，没有发现，在庆祝的场面没有我。我当时的想法是，可能作为球员来讲，我已经完成任务了，也确实有些累了，我直接就回休息室休息了。世界杯之前意外又发生，我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左膝内侧的复韧带基本就接近完全断了，那时离世界杯还有50天左右。12/13，最后米卢也是第一时间的在世界杯的报名名单中，也是我名列其中，所以我觉得对米卢又有了一个更全新的这种认识之后，觉得确实也非常感激他。Simplemente su talento era necesario para el equipo。好的，后点。好的，哎呀，哎呀，现在要一次换人，11号于根伟上，要换一下范志毅啊，终于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正式比赛我参与了，当时真的很幸福。于根伟出现在中场，这是主教练最后一搏，增加一个攻击。换上去之后，我就哪儿有球我就奔哪儿跑，我就想我赶紧先碰下球，都是一种全新的第一次的那种感觉。2016年，中甲天津权健队成功突围冲超成功，这一年让天津的球市大火了一把，这也让更多的孩子们开始喜欢踢足球了。如果有天赋的孩子能够选到职业队，那么他可能要走职业这通道，如果没选上，那么他小学、中学甚至高中、大学四级联赛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能够顺着学习的这个通道继续学习踢球，学习踢球。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家出台的校园足球这个概念就非常好。
觉得天津培养了我，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喜欢天津的这种文化。现在搞青训，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了回报天津足球，给天津足球打下一个良好的人才储备的这个基础。